是我自己收藏的一套非常喜欢的雕塑啊，可以说是最爱之一。我特意给它配了一个木头的啊带雕的这么一个泥座，上面是瓷器的。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雕塑，题材非常的少见，是一个济公救阿福的一个典故题材啊，也可以叫这种群组雕塑。所以像这种雕塑上面，它不仅仅是单个的人物或场景，它是一个像小品戏剧这种表现形式，非常特殊少见。这个是圣女童子手上捧着一个漆盒啊，上面有个元宝，金元宝。这金元宝就是这个济公啊当时救助他的这么一个纪念物。底下是一个草坪，上面还有一只这个水仙盆。底足也看一看，然后它的落款是蔡琏记作，东西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民国时期的作风，但是如此这般的这种味道啊，确实非常的特殊，在彩头衣着层次设计上面也是非常的考究，后面是一个芭蕉树啊。这个雕塑是我目前为止看到的最有意思、最特殊、最有收藏性的一件啊，在同类的民国雕塑里面可谓是独树一帜，非常收藏性的、艺术高度的这么一件。喜欢雕塑精品的朋友可以加入咱们的专项雕塑群啊，粉丝群，然后来参与交流。